行。而且有防震的功效。以前修这房子都是糯米汤、泥土、混合石灰这么堆砌。那33米高的楼，当年仅用了短短的7个月建成，现在已将近400年，作为建筑中的一大奇迹。但是由于在节假日，我们的楼呀，楼梯里面很窄，上下一条通道，考虑到安全，所以我们楼不能进入里面参观了。对，要给大家留点小遗憾了。好，来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从这再进入指示灯子。乖乖，嗯，坐你莫等。